国老戏院重新点灯播放电影，老戏院复兴带动小镇再造。戏院是可以提供全家娱乐，也是大家共同的回忆，它的议题性也比较大，所以我们就从选择从戏院开始来做。走出老街，走进庭园，体验活动乐趣多。来，我们去吃蜂蜜，这样45度这样挖下去看，你挖上来这样怎么样？周晚间8点，南部开讲在地旅行，走进嘉义大林，看见小镇新活力。